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潮式焖甲鱼。除了甲鱼，还准备了泡发的香菇、一把蒜头、姜红、辣椒、大蒜。蒜头整个不用切，香菇把它切一下。废料切好，甲鱼现在焯一下水。哎呦，真的！稍微焯一下水，把它倒出来洗干净。上面这些油把它去掉。洗干净的甲鱼，来加点酱油。再来打点生粉，薄薄一层粉就好了。起锅烧油，等烧热下甲鱼，甲鱼先过一下油，吃起来口感比较好。倒出多余的油，下蒜头，焖甲鱼，蒜头又多一点，把蒜头炸到两面金黄。蒜头炸金黄后下香菇，香菇爆香，把姜放下去。炸出味后下甲鱼，加一点水焖，加点蚝油，几颗白糖调味，试一下咸淡。不够咸可以加一点点盐，把蒜红辣椒倒下去，翻炒均匀出锅。潮式家常菜蒙卡喝。甲鱼这样做，配加内容，口感香，香，开饭去。